SOD 开了酒吧 ，SOD Lab。哇，真是哎，哇！阿里亚多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觉得这个是求一个跟女优的实际的互动。卡哇伊，卡哇伊，顶我酒啊！顶我酒啊！所有男人敢想却不敢做的事情，敢做做不到的梦想，让小葛带你一一实现。我是你的梦想领航员 ，Model 成本 AV 男优真强，特派员 S 小哥动物记，带你到东京，西天取经。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歌舞伎町的一丁目，看看我们后面的 SOD。SOD 开了酒吧 ，SOD Land。你是我见过最为所欲为男人了，可以见到 SOD 的女优亲自帮你调酒。没错，而且他们会穿的 SOD 工作人员的制服，然后前面会有个小牌子。Oh my god！ 你可以点一杯酒，这杯酒就代表那个女优身体的某一些地方，然后你在这边搅拌啊、抚摸啊，哦、oh, ，跟你互动，跟你互动，很过瘾的。只不过啊。我们等一下进去是很开心的进去、哦，但是出来就硬硬的出来。记得哦、啊，我们千万不能摸他们。你要跟你自己讲吧。摸他，不能摸他。走，好，我们一休你 ，Let's go。日本最大成人片商 SOD 所策办的美食主题乐园 SOD Land， 位于歌舞伎町里头。本店家以可以预见 AV 女优为主要卖点，从 B 1到四楼，个别由不同的单元组成，适合三五好友一同体验的好地方。不过不可以色色哦。哦，嗨，こんにち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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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さあ、SOD ランドはですね、60分3000円で4フロア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できます。60分3000日币。60分以降は自動延長で60分ごとに2500円プラスされていきます。所以总共你可以延长以后可以待120分。对。5500块。5500块120。そうですね。本庄林，こんにちは，こんにちは。哇，すげえ，可愛い。Beautiful, wonderful, fantastic, fantastic。今日は SOD ランドにご来店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地下1階から私がご案内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う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No problem, follow you。走，走。哇，好有亲切感，好有既视感哦。女子社員酒場に着きました。今日は根本さんが。嗨，根本加成，嗨，よろしく。就是你点很多饮品，对，可以再加一些钱的话，可以他会跟你有一些互动的游戏。哦，互动小游戏。那我们就现在玩这个。好啊，你心情如何？兴奋吗？我现在很兴奋，我现在非常兴奋。我感觉出来，我感觉你蠢蠢欲动。哦哦，豆子。所以栗子是他的代表，他的器官是、oh. 可能是胰脏或者是肾脏。哟，真是哎！拿出你平常上班的威力！高潮了，高潮！现在我试试看，你看看他，十八系，十八系，喝看看呐、啊，你喝看看，充满爱的、oh. 爱的调酒。充满爱意的调酒，是的。哦，好，那我来玩第二个，我喝柠檬沙瓦，因为要在荧幕前拖比较有效。OK， 来。OK， 要怎么玩？喝哦，喝 OK。哦，一个是，哦，哎。可愛いね。哦 ，no no， 是 magic， 是 magic time。我 here， 我 here。哦，我 here。magic magic， 乳头移位，乳头移位。素晴らしい。好，再来是第三个。哦，奶瓶，奶瓶，摸。当喝酒吗？我三年就当母亲。母亲，他跟我说他有一次在拍这个 A 片的一个剧情，他说因为设定剧情是叫爸妈，他说他很难专心。
一直硬不起来。爸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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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来。嗨，那就いただきます。I play。嗯，这个要是要换的地方，换个地方哦，换包厢啊。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进去 ，inside。找不到，找不到。これはこれはあ找到了。停不住啊！我停很久啊！停很久啊！あともう一個紹介したい場所があって、おトイレ。入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。オプション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。あ、他是那个魔镜号厕所啊。我看不到哎。哦，是里面看到外面呐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好有趣哦。太好玩了，我先去嘘嘘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刚刚喝太多了，喝太多了。你好。你好。哦，毛水。毛水笑流。毛水笑流。哦，嗨。一样进入我们访问模式啊！平常毛水笑流就会在 S O D 酒吧为大家服务吗？那你觉得台湾男生怎么样？对台湾男生印象怎么样？嗯，優しい。温柔。温柔。温柔。優しい。なんかこういつも台湾で DJ 行ったりするとき、いつも何が食べたい、何が食べれないってずっと聞いてくれて、あ。何も何もないとかずっと聞いてくださる、もう優しい男性のイメージ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、ありがとう。おお、すげえ。こちら4階のマジックミラーのフロアになります。这是魔术镜，四楼是魔术镜主题。オプションがいろいろとあるんですが、私のおすすめはパイユレ。と床下リップとあと窓拭き拭き一生懸命がおすすめです。本庄林本人推荐的是有三款游戏，第一个是叫拍油的，就是动摇，会动哦，摇。哎，第二个是钻到那个镜子下面，从下往上，由下往上视角。哎，还有第三个是他让他擦玻璃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。阿里亚多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卡哇伊，卡哇伊。我觉得这个是求一个跟女优的实际的互动，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女优平常私底下可爱的一面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很自然。我觉得这里跟小泽玛利亚推荐那个剑学店啊 ，JK 剑学店。哦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异曲同工之妙，因为玻璃对挡住。啊，好酷哇！这是哦，从这里进去啊！你看这里还有机关呢，真的很酷哎！增强家属都到了吗？弹在线上面，好，哎 ，lucky boss， 哇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哪里酷嘞？这个真的太酷了。我觉得这是视觉上刺激的，不是心灵上的。从下面推进去这样子，那个视野是不一样的，一览无遗，然后很近距离接触。还有一开始的时候，栗子那个也很有趣，因为很像在声控一个机器人，做什么它会停，哎，你继续弄它会叫，我觉得互动感是100分，我很喜欢。你从地下室，然后再闯到二三楼，每一楼都有不一样 NPC， 然后有不一样的任务给你解的感觉。SOD Land 推荐指数的话，五颗星我会直接给到五颗星。玩游戏的感觉。很自在，很有互动的感觉，而不是说，可能光看表演这样子。他不是只是装装样子给你看，他的眼神会跟你有交流，他会去勾你，会去诱惑你。五颗星，五颗星。SOD Land 的刺激度，我那可以五颗星。
很直接的刺激，我只能这样说，很直接的刺激。我有玩那个啊，他隔一块那个找东西那个，然后一直讲一些色色的话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他表情很色啊，表情很生动，刺激度五颗星。我也是五颗星。我最喜欢的是最顶楼那一关，他就贴在你上面，你会觉得一直在服务你的那种感觉。已经超越四 D 了，不知道几 D 了。对，还好那个地方我们是去拍摄，我们可以叫。如果你一般人去，千万不要叫，他是不能出声音的。SOD 任女优的水准，那肯定爆棚了，六颗星啊，六颗星，对，爆棚了。空间舒适度蛮大的，我觉得比那个 JK 剑学店大多了。五颗星，虽然它有很多关、很多层楼，但是你不会觉得挤，你在里面是可以很顺畅的。对对对对，下次不见不散，带你西天取经 ，Let's go back。好感动，特别感谢 SOD 的女优带我们来 SOD Land， 真的很好玩。小哥，动物记带到东京，西天取经。